好，那我们要用时间驱动的方法来做动画。那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们先把刚刚那只牛给加进，不过我先存档一下，这样子比较有确定的资料夹位置。好，那我把刚刚的这只牛往这里给放进来，再放到我们的 animation 专案里面，这样会好一点。好，放在这一个资料夹底下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牛要干嘛呢？首先我们拉一张 picture bus。 picture bus 是什么东西呢？先跟各位介绍一下Picture bus， 啊，就是图片框的意思。好，这里放一个 picture bus， 这 picture bus 呢叫做 picture bus actor 哈，演员啊，我们的演员的物件放进来，然后呢，它的 image 这时候还没进来，我们要选我们。如果已经有汇入专案，那就 OK， 但是没有，我们先用这个 import， 把刚刚那只牛给抓进来，牛抓进来啊，按 OK 的话，这时候有一只牛，对不对？他说哇，这只太大了，你看这个牛，我只看到它的眼睛啊，所以太大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这里没关系啊，它在这个物件里面，它有一个 size mode，size mode 如果你设 normal， 它就是原本大小，如果你设 stretch image， 那它会缩放啊。所以刚刚这只牛呢 ，OK， 我觉得它太大，不好动啊，那我就把它设成这个小啊。OK， 这样这只牛就进来啊。那进来之后我们要干嘛呢？来，如果是只是这样的话，那你的层次就是这样，它什么动作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做几件事啊，我们先不要做时间驱动，我们先做这个，我们加一个 button， 这个 button 呢叫我叫 button left， button left right， 往右的 button， 那 button right 往右，这边呢就设一个往右的键盘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我就开始写这个程式。做什么呢 ？Picture bus， 看，我刚叫的 Picture bus animation 啊。Picture bus actor。Picture bus actor 点。left 加，left 加的话就会往左右移啊。left 加等于多少？等于十哈。每按一次，它就加十啊。那你就会看到这只牛过去，那过去又没再回来了哦，所以就看不到。把它拉大一点啊，还会再看到它啊。再过去，好，那这个有点累，一直按着啊。那所以我们可以让牛动，对吧？让牛动来动去。那当然这一个画面不是很好，因为我刚好像遮到它了，这样子牛动起来感觉比较碎。好，那当然你也可以让它往左动，对吧？往上动、往下动都可以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来让它自己动，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刚刚是要一直按着它才会动，要一直按着它才会动。我现在不想说，我只要按这边它就往那边这边动，我按这边就往这边动，那怎么办？啊，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再加一个按钮嘛，我就弄一个 left。好，这个 range 就是
这样。好 ，OK， 这样就两边动了哈、哦。那这一个也加上去 ，Angel Bus Left 减十的话，它就会往另外一边动。减等于十，它就往另外一边动。来，好，现在牛往这边动，然后往这边，好吧，这边动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牛动来动去 ，OK， 好，这是我们有按，我想省力一点怎么办？想省力一点，来看一下，我今天加了他们，加了他们，来进来，这个他们叫做，就叫他们就好，好。叫 timer， 然后呢，这里，当我按右边的时候呢，我不是让它一次就加十，也不需要一直按着。我现在设一个方向，现在设一个方向，啊、这个方向叫什么？好，我现在设。Left 等于 V， 啊 ，Right 等于 E， 啊，那现在 DIR 是 Left， 啊，所以预设呢，它会往左走。还有，有时候它太聪明也是一件困难。好，预设它往左走。好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说，一开始就是往左走嘛，哎，我不要，这样 ，left 等于一 ，right 等于二，然后呢，stop 等于零，好，一开始是平的，好，然后如果按这个的时候呢，就。D I R 就等于 left， 等于 right， 这个等于。好，如果按 left 的时候 ，D I R 就等于 left， 好，可以了，好。所以这个我是要让它往右走。那右走的时候，我就不是每次加十，我让它做什么事呢？我让它 timer 每0.1秒它就加一或加二在。那它就会移动，我们稍微试试看。我把这一行点它变，我这一行呢改成 timer 点 enable， timer 其实 timer 点 enable 一开始就可以设，好，一开始就把它设起，然后呢，它如果是现在是 left， 它就往右走。那我这里就要加一个 tick， 加这个的 tick。好，做什么呢？如果现在是左边，然后我就让这个明确 bus， 减等于不要那么多了，二就好。接下来，如果是右边，那我就让它加等于二。如果是 stop 或其他的，就不理。好，那这样子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有错，仔细看一下怎么做。stop， 这里 ，yeah。Cannot reference to non-static。他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参考到这个非静态的物质 的变数，所以我们先让 DIR 再先不要设数值，到里面再来设数值。好，一开始 DIR 就 stop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你会发现牛没动。
我要右边呢，它就啊右边动；我要左边，它就往左边动。啊，可以让它动来动去。对，啊，现在动的是比较慢，因为我们只动二而已。啊，如果我动快一点，啊，或者是你要让它动快有几个方法，第一个是这边，啊，那步伐大一点，看起来就快。但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 因为你有用它嘛，对，这个time的interval，如果我给它设成10，本来是100，它就会动快10倍。OK， 看得出来啊。啊，我现在没办法让它停下来，因为我没有设停的按钮，所以你可以再设一个停的，不然它真的会跑掉。那我设一个停的按钮。 再加一个停的按钮，好，这个叫 button stop。好 ，button stop 这符号呢，就是用中文。 好 ，OK， 这样子就让它停。然后呢，一按下去呢，压压就等于，哎，打。好，现在呢，可以了，你啊，可以了，你。好。 这样可以感觉到有动啊，动画啊，但是这个动画当然做的不是很好。第一个是它的背景不透明，所以看起来是个漫画啊。你如果要做好，你要先去背景，把它做成透明的图片啊。那第二个，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它不会动，应该。 牛的话呢，一边走路一边脚要动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现在我们走路的时候脚没动，那大概只有鬼才能做到这件事情。那所以，你应该画好几张图，每次显示不同，但是要这样做有点麻烦。另外一个办法是，你直接用 GIF 或 PNG， 然后呢，你先直接把它做成动的图片。 OK， 你放上去，它就会动。所以呢，我就再找一张。那个叫什么？我看一下。 单内，animal。对，好，这里好，我就借这只熊来用啊。好，就借这只熊来用，我把它另存进来。好，当然你会发现还是会有点怪怪的，因为。 没有办法，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动画，你必须要做成那个，就是好多张的图片，就是而且你要自己写程式去控制方向。我们先暂时借这个来用一下。那我把刚刚的这一个图给换成这个。 刚刚的这个背，GI，哦，你会看到它在动，对不对？好，放进来。现在放进来的模式是没动，但是呢 ，OK， 它在走路，但是一开始是原地走路，因为我们是设 stop。好，停止。好 ，Michael Jackson。好 ，OK， 我要好，太空漫步。好。好，这样了解。
这也是一种动画，哎，而且这一个动画有一个好处，它去背景已经去好，啊，所以你看起来就不会像刚刚一张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，清楚吗？好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把这个专案呢存起来，存起来，啊，我已经应该存好。好，存好之后呢，我把这整个专案就上传给各位看，加到压缩档 ，image this， 好，那上传到我们的社团。那请各位去执行一下哈，看看这样子的程式。动画程式虽然很阳春，但是怎么做出来？